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家里满天飞舞的蚊子，要是没有这个驱蚊风扇，我都睡不着觉。蚊子多得要命，蚊香不仅难闻，还有安全隐患，空调费电，还容易得空调病。信不信有样东西能让你从晚睡到早？没错，就是这个驱蚊风扇。睡前打开，可以360度上下旋转，指哪吹哪，3档风力调节，无任何的噪音，办公睡觉都可以，不需要空调，循环空气吹的自然风。超声波驱蚊驱虫，原理和家里的 WiFi 一样，就是满天飞舞的蚊子也能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超声波震动驱蚊驱虫，覆盖范围全屋，还带一个120颗 LED 视眠灯，天亮关，天黑开，晚上起夜也方便不刺眼。无论是卧室、客厅，24小时不间断驱蚊。最重要的是无烟无害，无安全隐患，智能环保。孕妇、宝宝、老人都可以放心使用。接下来给你说个秘密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款驱蚊小夜灯今天只要不到2个包子的钱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来抢购吧！